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塔下呢？
主播为啥不讲讲连招？没啥连招呀，他不就肉眼就能看出来，非常普通的操作呀。约瑟亚斯就是二级手，然后偏 E， 然后再 W E Q A 对 A。
这边打看吧，这边投的快就可以玩，投的不快就不玩，看这边投点的快不快吧。连招太攻势了，反狗，哈哈，那杀人就是靠攻势。能游戏能杀人就是靠攻势。那没办法呀，那当时就是太菜了呀，那国服一局当时太菜了呀。那我能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这么菜呀。W 回去必死，卡这波没大的，南疆这波不交闪我死不了。蓝方大师也很菜啊，都很菜。现在高手这游戏就那几个，没新鲜血液。OK， 再打一把吧，时间太快了。再玩一把，刚好把定位打完。